在沙发上睡好几天了吧？想回床睡不？想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回答正确了就跟我回去。你说。1+1=几？三。恭喜你回答正确。不对，1+1什么时候等于三了？不对，不对，不等于三。2000 years later。先生您好，做个随机采访可以吗？请问您愿意和谁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呢 ？A. 您的老婆。B. 下来呀、啊，多长时间了？磨磨唧唧，我寻思你站楼上了呢。2分钟，你不告诉我2分钟下来吗？哪回你都半个小时，你家那2分钟等于半个小时啊？啊，在你的世界里，半个小时不就2分钟吗？走吧，反正没啥事儿，这玩意儿快点慢点的，别因为这事儿吵架。没抽，掐了，没抽，上厕所。掐了，掐了，我没抽，嗓子不舒服。试一下有没有煤气。我的了，烦着呢。烦，当时勾引我时候呢，啊，当初你勾引我时候呢，你烦，有什么好烦的啊？我听听，有没有烦？烦，还不给我请，还不给我请了，合法的，合法的，是不是的？还不引请啊？还不引请啊？是不是的？过来，说着我得多好啊啊！非要天天给我进着来，对你有没有好处啊？对你我有没有好处啊？一手给我说着的，听着没有？听着没有？你可能，我告诉你哈。结婚十年就有结婚十年的样子，别靠近哈，保持距离，听吗？